个水标是哪个？现在看台剧有看那些这个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，欢迎收看鬼月特别企划。今天呢，邀请了几位活师来到现场。那这几位活师呢，分别来自不同的行业，有被学生折磨到死的补习班老师，有加班加到死的工程师，还有拍照修图修到死的摄影师。那今天非常高兴呢，能够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计划。我们先来看看一下活师们到底在忙什么。看不出来他是要做什么妆，是忍者龟吗？请问怎么称呼你？我是 Anita。 你平常是做什么的？我平常做口译的。哦，是哦。疫情前，现在没有，现在归零。归零。哎，所以你今天怎么会来当这个 model 啊？因为很有趣啊，超想吓人，超想吓人。刚刚露珠还说想要这样画完去麦当劳买东西吃，我觉得很可以。我觉得只是走进去的话应该还好。对啊，应该还好。你们如果学活师走路的话应该会蛮可怕的。你们学校教这个特殊化妆课教很久吗？是问我吗？我们学校没有教这个。我们的特殊化妆只有教半年，其实我们前年半年都在练习美妆，在画美妆这样。哦，是啊，都是画美美的。然后后面对，后面就是才是影剧特效，然后还有舞台妆这样。三片培根，真的，是荷包蛋，然后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闻闻看。不要闻哦。我拿出去。你想闻，你可以闻。你想闻，真的可以闻，我不会阻止你。就是。好丑哦！天哪，我画这个妆好辛苦哦。你几点起床？5:30。5:30，所以像这种画特殊妆之前要抹些什么东西吗？就是尽量比较有油类的产品。如果要保养的话，可能前天先保养。欸，我以前国小的时候有练这个，你特写我眼球，它可以这样，然后过来会画疤。为什么你会这个东西？国小无聊啊。好强哦！猪猪，你平常是做什么的？摄影师吧。摄影师厉害哦。其实我知道，但是还要装作不知道。对对对，要小心啊！没有呼吸了。他刚参加 party 吗？从 party 出来的。从 party 出来。请问你平常是做什么的？这部呢？美牙师，美牙师，你不是小新的妈妈？是，哎，他是做美牙师的，哎，只有美牙师的就变成了丧尸，牙齿才是白的。你们几点起床的？没睡，你这妆是还没化对不对？这个比较像这样子。看来这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女子啊。被打成这样的女子。你今天打算要演绎哪一种类型的僵尸？哦，比较倾向失速列车那种感觉。哦，会跑很快的那种。你要跑很快。但是我设定我脚是白卡这样。会一只脚在后面拖这样子。对对。那你这一次当僵尸的感觉是怎么样？至少不是在工作室里面拍，就是会出来活动那种。僵尸也是要出来活动的啦。对对，晒在太阳这样子。请问一下，你平常是做什么的工作？做网管这样子。网管？对，就工程师這樣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对对。工程师平常写写程式，偶尔没事就来当活师这样子。有没有说你长得很像一个人？铁牛。哦，杰哥吗？没有人讲过这样子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。今天你就是那个诗化的杰哥。哦。等一下你要讲那个经典台词。哦，听话，让我看看吧。听话。让我看看，不要！根本就准备好了。你平常是在做什么的？还是学生。你还是学生哦？对啊。还没开学。还没开学的话。大学生。对啊，9月中才开学。哦，那你今天怎么会来参加这个？今天有兴趣。哦，你自己报名的。对。那你今天你设定自己是哪一种活师？就是文静类吧。文静类。可能坐在那边看书。看什么书啊？看自己演的电影。
好，我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。这是你经手过的第几个僵尸？第二个、第三个吧。第二、第三个。第二部有看吗？其实画一个就要花很多。你有看第二部吗？要看大面积还是什么？心脏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今天要做的是大面积吗？对对对。大家好像都大面积，就只好大面积了。那你今天是设定什么样的僵尸？我是狮王。狮王，他是有牙齿耶，这是你第一次画特殊妆吗？第二次。第二次哦，上次也是僵尸吗？对啊，火狮。对。哇，之前已经换过一次火狮了。那方便问你平常是做什么的吗？补习班老师。哇，老师，那你是教什么科的？国中数学、自然科，高中数学、高中生物。那你现在可以帮我们做个三连拍吗？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表情达人。就有录到。撕裂。哇！把人家撕开衣服是什么感觉？爽。那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是这样的技巧是不是？哇！有！哇塞，好 sexy 啊！是这里。可以了。我来了。可以吗？应该要这样子。可以，这样凉快。